今年年底的年会大战真是精彩纷呈，有的公司发了小汽车，有的公司火了度娘，各大公司的年会火得一塌糊涂。眼看着又到拼年会的时刻了，我们电视剧界也不会闲着，一场轰轰烈烈、华华丽丽的电视剧年会马上为大家奉上。Ladies and 乡亲们， It's show time。下面给我们带来精彩表演秀的是金世佳和陈赫，本节目由爱情公寓栏目组选送。下面有请任泉和左小青为我们带来双人合唱《千载情缘》，选送单位又见白娘子剧组。你送我小白叶伞，我赠你心鳞片，千年前你我都是神仙体，心鳞片是我祖上传家宝，传家宝啊，句句真，你曾说天为真，桑为梦，千载情缘，爱永世不渝。哎呦！接下来的节目是由新西游记剧组选送的花式足球。This is Africa. Tamina, mina, eh, waka, waka, eh, tamina, mina, sangalewa. 好的，现场观众，请给他们一点掌声。如果2011年他们能代替男足去踢世界杯预选赛，我们就可以在巴西世界杯看见他们了。接下来给我们带来精彩演出的是新还珠格格剧组广播操表演，掌声有请。伸展运动，预备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下面来给我们带来新奇表演的是郭羡妮，让我们来欣赏她的单排滑轮舞。下面来欣赏二胡独奏二泉映月，选送单位男人帮剧组。
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搞年会。年底这段时间只有两件事是正常的，那就是等放假和等年会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的年会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。感谢阳光照射着大地。